虎山，林芝山有虎，天上虎山行，虎年就是要爬虎山。没错没错没错，但是它真的很难哎、欸。你看，就在我后面这座终极山版的大霸尖山，我们今天海拔上升900。第一个，月光，体力比较不好的话，建议1到7，走完就好，因为后面会疼。走在虎腰上面，让我的腰一样平坦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平的，平的，平缓的腰肉。大部分人到这边可能就需要折返，因为接下来是陡升400公尺。刚刚有非常好心的山友跟我们说，这棵树上这边有一些这个可以让大家自己拿取的手套，他说一定要戴手套。这边的岩高路都需要攀岩，很可能都会磨破掉。走，这才刚开始。你看这里太滑了吧。哀声连连啊，小菜而已。那小菜，那后面是垂直了吧？后面还有青菜，还有主菜。还有主菜啊！好，现在都，刚据说山友说不是前菜，都才吃到瓜子而已。他说现在才是前菜。现在是第二道，你该走吗？展望台啊，很美耶！那一座是我们爬过的上岛山，就是鸟嘴山。在这个角度看，不像鸟嘴哦，比较像一个，我觉得很像躺下来的山女神。嗯，还是我现在很想躺下。对，还有很大段要走。对啊，你看左前方的是虎山峭壁。更陡的这一段，我们应该到主菜区了。最陡的。上面还非常陡，有很多巨岩，这就是刚刚山友说到上面就会笑不出来的地方，我们一定要加油哦。我就问一个问题，当兵有这么累吗？我觉得这样应该是类似的吧。什么什么兵训啊，我终于看到这个三岔路了，往右4.6K 嘉里山，然后我们要往左，就可以到虎山三角点。还有多久？最开心的事情是，你看这边写约5分钟，我们要上去了。真的到了，终极山。我在嘉里山之后就没有爬过这么累的。这么硬的啦，三角点在左边。耶、yeah! ！海拔1492公尺，三角点，哦耶！
这个是四川麻辣口味的丸子，还有这个是芥末丸、鱼豆腐，还有 cheese 丸。耶哦，关东煮，胖公公，公公胖。哇，今天不一样哦。今天的很简单，丢进去就煮好啦。今天的是关东煮，好香，来吃吧。cheese 丸。太幸福了，关东煮，味道很够，又是重口味哦。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是的，接下来就要刚刚多痛苦的上来，就要多精彩的下去，是的。谢谢这些手套，谢谢爱心手套。天哪，大家真的很棒哎！像我们的龙虎凤啦，就包含了横龙山、上岛山，还有今天的虎山，完成了，太棒了。然后虎山当然是里面最难的啦，它就是老大哥啦，真的，水云山是个老大，它的海拔从580上到1492，所以上了910。可是我觉得它的沿途是先碎石路，然后腰绕路，然后最后才是岩坡路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地势的丰富度很高，你也觉得蛮好玩。不会真的是从头让你累到尾的感觉，所以我是还觉得很适合当做去百岳的行前训练，对，练习场，没错，蛮漂亮的吧？没错没错，好，推荐啦，推荐，赶快来虎年行大运。五福临门，事事如意，三阳开泰，好事成双，一起爬山出大景。